你有吃过泡菜面饼吗？有啊，我小时候我都吃啊。嗯。那时候大包的一包才3块还是4块？3块而已。还是5块。3块大包的。嗯。现在大包的要卖10块、12块，吓死人了。11块啊。11块啊。没有11块，11块是大陆山寨版的哦。嗯，十一的钱是韩国，连我们去吃火锅，他都偷偷给你涨60块，嚯，惊死人！换一张纸，这样就变60块，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不赶快回来赚钱怎么可以？啊，你妈妈早上赚多少钱呢？刚刚录了5-6副。你要用汤匙来吃吗？因为你还没有洗手。嗯，吃太多了。嗯，你现在会不会吃太多了？你的手都是口水呀、啊！这个水都是口水耶，太吓人。